好，来看到呢，赖清德接连爆出这个信赖危机，尤其呢，他提出的这个立委选举民主大联盟这样的概念，已经有多达六个人来退出这个立委参选的部分。好，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呢，这个昨天身为他这个近半。这个总干事的潘孟安被指控说呢，他在高师大的论文硕士论文是涉嫌抄袭的。好，那么看到这个赖清德的不管是爱将也好啊，还有这个近半的总干事都有一些涉嫌这个抄袭好学伦的风暴的部分。另外呢，刚刚说到赖清德他在力推立委选举民主大联盟的部分，已经有六个人来退选。我们一来看到这个是呢宜兰县立委陈欧珀。好，大家知道呢他跟IMB 有诈骗集团的这个主嫌有这个勾结，好，所以呢他就决定要来退选。好，另外看到的呢这位是这个基隆市议员张秉钧，那么因为涉嫌人头来诈领助理费，以及这个桃园市议员杨家良，好，他因为过去在网络上的贴文触犯了儿少性交易的防治条例，也宣布退选。好，还有这一位呢是屏东县议员徐展维，那么他是违反了政府采购法，以及这一位林非凡，这个九万，好，他是民进党的前副秘书长，原本是要来站这个大安的，但是呢因为过去党内的 Me Too 事件，他是不是有涉嫌吃案这样包庇的情况，所以呢他也宣布退选。还有这一位呢是无党籍，当初要跟无党籍的李正浩来合作选永和，不过呢因为也被爆出他是不是以他的私密影像来威胁前女友，好，那么争议不断，那当然他最后也退选了。好，现在累积六位从北到南，好，看到了各个县市都有六位这个立委参选人，好，现在宣布退选，那么面临到了阵前换将的一个困境。好，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是不是像包括这个前瞻的计划的总预算，好，都可能因为颜色执政的县市颜色的问题来大小眼呢？以及看到的是高雄前镇渔港原本只申请了3000万来改建，结果政府却很豪气给了81亿。好，看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就说，这已经不是要五毛给一块了，是要五毛给100块呀，20几倍。好，那看到了这个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昨天在出席这个农业部这个揭牌典礼的时候，他就酸他说，我们不会像一些人一样吃米不知道米价吃鱼还不准修建渔港。但是呢，游淑慧就在说了，他说有网友翻出世界最大的渔港呢，维哥港是在西班牙的这个地方，面积呢是前镇渔港的160倍大，但是呢，造价换算下来台币只要100亿。好，所以到底我们的前镇渔港81亿真的是怎么盖的呢？要盖出什么东西来呢？那当然看到高雄的这个大家长陈其迈，他就在深夜的时候脸书上面发了千字文最后总结感叹就是说，平衡南北区域发展，这应该是要不分蓝绿。这怎么感觉听起来比较应该像是台北或者是台中的首长应该想要讲的话毕竟他们拿到的补助是倒数第二跟最后的耶。好，看到呢台北市议员徐巧芯就说，到底那个渔港到底是要抓什么鱼呢？是有多前瞻是要来探勘捞哥吉拉吗？所以大家都很好奇这个渔港是不是恐惊咩？为什么要81亿来盖呢？好，现在刚刚看到的赖清德出现了信赖危机，对此国民党立委李德维也表示说，这件事情就暴露了赖清德用人的哲学非常大的问题。这件事情暴露出来赖清德的用人哲学的确是有非常大的危机，所以的确也如同外界所讲的信赖危机。从过去他在台南市任用的局长爆发相关接受性招待的事情，到后来他的爱将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掀出论文抄袭，都可以看到物以类聚，你用的人都是这样子，不管在道德或者操守上有问题，
我觉得赖清德应该真的要好好思考他过去为什么他的所谓的爱将都出了问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信赖大联盟现在已经有六个人退选，我觉得让大家觉得这真的恐怕赖清德在组成这一个大联盟啊，让人觉得是有点拼装车，甚至于病急乱投医，把随便的人凑一凑就想要来参选立法委员。我觉得也难怪让外界认为这一次赖清德所找出来参选立委的人有很多也是让大家觉得有问题，所以现在一再的重演退选。赖清德副总统担任民进党主席之后，不管遇到这个学伦这个黑金学伦 IMB 诈骗，甚至是非常多民主大联盟的这个立委提名人后来陆续退选，确实这个对于他在党内的一个威信跟这个团结的力量是一个挑战。那我们知道赖清德副总统上任党主席之后，其实对党内的派系哈，可以说是在处理上毫不手软哈，坚壁清野之外，其实我们也知道民进党内部有诸多的不满哦，那也造成这个可能会衍生后面茶壶内的一个风暴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当然是民进党的家务事，我们也不多做评论哈，但是我们希望在针对相关的社会案件，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我们的政治人物对于公众的检视上民进党还是要一致的标准。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我的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